啊，张启华啊，是我们高雄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家，他的家境其实非常好，那么但是他一心呐、啊，很希望能够学艺术。后来呢，他就到台南去念长荣中学，他面对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啊，这个也就是啊，台湾可以说是第二位那入选地展的啊这样的一个画家，也就是啊廖继春老师。啊，跟廖继春老师一起学习之后啊，他才发现他等不及啊，在等这个高中毕业啊，在啊去日本留学，他几乎啊就是中断了在长荣的啊这个学习啊，哎，就直接到日本去了。他到日本去之后啊，其实是他的哥哥支持他，但是呢，他骗他们家人说他要去学做医生啊，其实是去学美术。他进入的学校是在东京非常特别的一个学校，这个叫做啊日本大学啊。后来有一个日本大学毕业的，在台湾产生很大影响的，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李仲生先生啊，他们也都是日本大学毕业的。那么这个学校其实非常的啊这个多样性。那么他们啊，整体来讲画风稍微啊，虽然保守啊，但是这些老师们呢、啊、经常流动啊，所以他到日本大学以后啊，那么就得到很多的一个这个引导启发。那么也就在1931年呐、啊，哎，他回到这个故乡，那到了这一个高雄啊来写生。那么这张作品，那么其后福聚楼啊，就是当时写生的作品。这一件作品一画完之后。啊，就得到了他们学校那个学生全校的比赛的银牌奖啊，所以可以说啊，在当时给他很大的一个鼓励啊。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啊，这个1931年呢、啊，大概他就是21岁左右。那么这件作品呢、啊，在整个的一个笔法上啊，其实非常的啊潇洒，非常的自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年轻人，也许在艺术的累积上啊，还不是啊有很长的时间，哎，但是啊，他非常大胆。那么这呈现了他的一个个性啊，其实啊张启华是一个那么在个性上非常活泼、非常啊潇洒、非常热情的。那么这一张是他利用假期跟着老师一起去写生的。那么这个廖继春老师在台南教书，那么他回到高雄之后跟着老师一起去写生。在这个画面当中，整个的焦点画面的正中心那比较明亮的那个地方，有一个人正在写生，那个人就是廖老师啊，旁边围了很多人在看，反而看不到廖老师的影子啦。但是那个人就是廖老师。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一张作品，其实非常有意思。如果我们把这一张作品用一个十字形把它划分开来，就像一个田字一样的，那么在这当中啊，可以说分成啊这一个四等份。那么在这四等份当中啊，所有这个福聚楼的这一个白色的楼房几乎占了一半，那么另外一半再分成两半，天空是一半，那么地面跟海水是一半。我们看到这张作品，如果从透视来讲，它就是一个从中间消失点，那么整个的啊两边的这个透视，这个透视线啊，直接归到最后那个中间的消失点，就是廖老师在画画的那个地方。那么所以把所有的视线往那边集中，不但往那边集中，你可以看到啊，除了这个前面的这一个白色的楼房啊比较这一个明亮之外，全个画面当中阳光最明亮的地方就是老师写生的那个地方。所以呢，他可以说是非常巧妙的把所有的这个视觉就集中到老师写生的地方。那么用一个老师的写生作为视觉的中心，但是整个展开的时候也有它非常巧妙或是非常具有匠心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楼房本身，如果从这个透视来讲，从最前面的这一个楼房本身啊，几乎超出了画面，那么整个顶出了画面，所以给你感觉这边无限高的感觉，然后往里面内缩。那么在这个整个最高的前面，那么一方面是把这个叫做景深哈、拉开了，二方面呢也非常有趣的，他画出了那个整个其后这个地方这些啊民情风俗。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啊，在这一个福聚楼的前面有几个人就蹲坐在那里，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悠闲的感觉。之后路上啊有几个人在走路，那么这些走路的人的大小刚好再一次的把这个景深拉开了，因为越远的人就越小嘛，那么越近的人就比较高大。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一种有一种对比，但是这个对比当中加强了景深之外，我们也看到这种白色哈、哦、是非常有时间的一种啊、这个岁月的感觉。那么一方面它是可能是阳光照射的，我们在猜想这应该是中午过后阳光有一点斜照了，那么在投射在最远的地方之外，它也投射在这个白色的墙面上。哎，这种白色的石灰墙啊，因为一方面给你感觉我们如果看起来啊砖红的会比较古老，但是这种白色啊一方面有时尚，二方面呢又觉得有岁月的痕迹，所以它不是画的纯白的颜色，这个白色当中啊有一种斑驳的感觉啊，所以我们觉得它有时间感之外啊也有一种岁月的感觉。整个画面这一种右半边的这个白色的墙面，那么对照着另外一边看起来比较空旷的大半的蓝天之外，有一半是这一个可以说是岸边嘛，那我们可以看岸边啊，有几艘这个帆船，最前面的一艘啊就帆最高了，然后远远的几艘往后退，所以它不断的利用各种视觉上的落差来表达出这个景深。但是我觉得最好玩的是它在整个强调这个景深的过程当中，那么也让整个的这个海面哦用一种比较深层的颜色，我们看那个海面啊就原作来看呢，几乎接近了有点暗黑的感觉了，也许它不是完全的黑，但是啊一种褐色为主的暗黑啊让整个这一个港口的水啊就下沉下来了，这个一个下沉就会感觉它低的感觉，然后第二层是这个岸边，接下来才是楼房，所以呢它一方面有这个景深，二方面又有从高到矮的这样的一个落差的变化。所以这张作品虽然是他早期的作品，但是很多他后来的艺术方面的一种带着一种匠意的这样的一个元素都已经存在在这个整个这个白色里头，为了不让它单调啊，不但是整个的这个入口的地方会有比较多样的色彩，甚至上面看起来像个招牌的地方之外，在白色的房子的后面那么又有一个老房子，然后在感觉上那边有一条路从后面经过，然后才是一个围墙，之后围墙后面又有这个这个树叶，那一棵树等等，你看这层层的推进。那么我觉得这个张启华先生啊，在我个人的印象中，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自信，而且也是非常率真的人啊。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讲，在老一辈的人呐、有时候叫萧阿华嘞哈、那么萧 K 华。其中公一笑，那并不是他真的发疯了，是他的一种个性啊，非常的率直啊，非常的纯真啊。从这一张作品里面，从线条啊到达这个构图，在率真当中，自有他非常这个细腻。我觉得这个是他早期啊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件作品在1931年画成之后，两年后他又用这件作品，那么来报名参加了这个第七届的台展。也在第七届的台展当中受到了入选。那么我们当时可以说能够入选，那已经也是一个艺术家身份的被肯定。所以这张作品在张启华一生的创作当中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地位。